好了，今天我们又来维修一个云鹤 2S 的一个稳定器啊。它这个稳定器的话，它这个故障的话是开机打叉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它这个纸条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它说不工作。然后啊，通过一顿维修啊，现在是已经修好了。然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方便有需要的可以知道。来看一下它这个电条啊，这是一个横向哦，不是横向轴啊，它是一个横滚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机看一下，来开机 ，OK， 好，现在它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啊，来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非常的帅啊，这个机器的话非常的好用啊，这个机器又重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话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啊，就是这样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，最主要是可以找我维修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